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如今江湖上那些宗门人想要杀的人已经不是你了，他们把目标转移到了我身上，我是不是很厉害？所以啊，你现在跟着我会比你自己更危险，而且我也差不多该离开这儿了。你以后一个人闯荡江湖一定要小心，遇到厉害的不要硬跟人家打，打不过就跑，跑不过的话认个怂也没什么。我在这里等你。你在这儿等不到我的，我要去找罗明轩。嗯，记住了吗？打不过就认怂，保住性命才是正经事儿。我要怎么认才比较怂？看着啊。少侠在上，小女子甘拜下风。少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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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挺傲娇啊。